大家好，我是营养师 Anita。 现在的小朋友很常接触 3C 产品，像是看电视、玩手机或用平板等等，导致小朋友有长时间用眼过度的问题。该如何保护孩童的视力呢？除了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，减少 3C 产品使用的时间，以及适度让眼睛休息以外，还可以补充儿童专用叶黄素来保护眼睛。推荐家长可以选择这款 BHKS 小金澈儿童叶黄素给小朋友做日常补充。它萃取自天然的金盏花，采用游离形态叶黄素，可以提高吸收率，达到保护眼睛、对抗3C光线的功效，并添加复合型的花青素与多酚类，可以有效舒缓视觉疲劳与干涩感。这款是专为小朋友设计的叶黄素，每一颗的含量有3毫克，最符合儿童需求摄取量，让小朋友食用无负担，是可以让家长放心给小朋友食用的保健食品。